怕，超强气化，让医师又惊又怕的亲密爱人来了。要介绍气味非常美丽的，都是宜兴牛了。我们内部讨论过，我们应该要先签一个录影前契约。双方火力全开，医师秘密全都露。今天不得了了，我们来宾呢是爆料团，每次都移到对面去，所以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关系。我不用医药记者这一行，我跟他们关系一开始也很差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